谢谢两位特邀主持人。啊，我真羡慕天一呐、啊，天一竟然可以这么，他没教书哎，他可以这么自然的讲话，我就不行了、啊。我虽然准备了几句话而已啊，我背了好久啊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带着稿上来，否则呢，我都怕我讲不好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哦。亲爱的天界之中，天云总长、天云老师、天一团长、天晴州长，还有天一会长，各位家人，还有来宾啊、大家晚安。先意外插曲，恭喜天道大哥生日快乐！啊，他是大家的天道大哥啦，否则他年纪是比我小哦。哎、啊欸，我怎么泄露我的年龄了？啊，我是天空，我非常开心，我们大家呢排除万难，从全台各地齐聚在此，啊，非常不简单。我们透过好几个月以来的祷告、期待与规划，今天我们终于到了，而且我们在今天下午呢也举办了心灵讲座。那心灵讲座呢，在天晴州长的主持下，以及天光他们大家所有的团队的帮忙，其实我们今天的心灵讲座非常的顺利圆满。我在此呢也很谢谢天光、天星、天品啊、谢谢你们大家，还有天辉大家的准备，谢谢大家，非常谢谢。首先我还是要恭喜光战区的主席天光主席他整个光战区呢同心协力，在很艰困中呢，让我们天界之中在南台湾成立了第一个传扬解脱心法的据点。虽然开创之路呢难免很辛苦，不过呢请天光不用担心，看着现场的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天界家人这么的热情的前来，就知道我们天界之中在爱与团结之下，我们的修道之路绝对是结伴而行，我们相亲相爱，生死同心，一定不会让你有孤单的感觉。所以呢我笑也讲很多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为了赶快吃饭呢，我只好说我在此祝福我们全体的在座，我们所有的家人，我们的贵宾，大家身心灵健康，我们一起同舟共济，努力修炼，发挥我们最大的正面能量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地藏王。